中华艺术馆啊，吼，咱六个七日开始邀请着咱詹美和教授啊，倒转来咱中华办展览吼。啊，詹美和教授伊是留学法国啊，吼，受到西方的艺术美术影响很深啊，伊创作中间有西方的美术艺术的关锁，但是伊回归倒来咱上本土的，用咱上本土传统。天然无毒的这个染料来做一挂精染吼，做一挂染整布料吼，所以咱呼吁啊，咱所有市民吼啊，大家做去行入来啊，中华美术馆参观这栋的美术展啦吼啊，对着囡仔的这个美术啊，加心灵的教育，一定真有帮忙。欢迎大家来多多利用彰化艺术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志祥，谢谢。